吃素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八大人觉经略解，和尚慈悲，诸位大德慈悲，诸位沙弥净人，大家早安。请看着课本《八大人觉经略解》第73页，73页的倒数第三行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村。